大家好，我是 Jeffy。我平常在杂志社担任美术编辑的工作。今天很高兴可以在这边跟各位介绍我的课程。那首先你们看到后面这两张图，因为当初我做了这只狗，还有这只兔子的脸。那因为它们的色彩看起来很丰富，曲线看起来也很多，所以很容易就可以吸引到人的目光。那时候有些朋友问我说，这个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那同时间我遇到了好好这间网络学校，他们就邀请我来开这堂课程。那首先你们在这堂课程里面会学到的是怎么使用贝兹曲线来拉出曲线，怎么使用即时上色油漆桶来做快速的上色。那只要你有一点 Illustrator 的基本知识，你就可以按照我的步骤一步一步操作下来，最后得到这样的成果。那最后我希望各位同学在操作完之后呢，可以上传自己的作品，因为其实每一个人做出来的作品结果都会不一样。那我也很希望可以在好好这间网络学校上面看到各位的作品，我一定会上去跟各位留言和做互动的。最后希望各位可以来参与我这堂课程，谢谢。